听说你当初是因为被禁赛才心灰意冷的退役，是真的吗？对于假球的传闻，今天会澄清吗？为什么要在退役这么久之后才重新选择回归？是为了反击那些谣言，还是说，不甘心在那样的传闻里面退役？过去的那些事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猜想。就算今天澄清一百次，大家也会觉得，这是公关粉饰之后的完美答案。 我无法做到让每个人都相信我，在座的各位也一样。所以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留在过去。真假与公道，自在人心。运动员这条路很辛苦，如果只是靠不甘、反击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消极情绪无法支撑一个人撑过所有的苦难，只有热爱。 可以让人走到最后。今天我回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属于林逸阳的路还没有走完，这条路才是我的，也必须由我自己来走。来，谢谢，好，我给你记。